我会到他就可以看继守续那的。边协助执勤，那也成功潘主任的爱戴哦，潘主任也是我的人哦，他就把我安排到说交通组这边做一些交通的，我认为应该讲说导护吧，不应该叫讲说叫指挥吧，因为本来是我们平常就是站在那边协助大部分小朋友他们上下课的安全的部分。那我今天想。